大家好，我是艾莉。今天艾莉带来的玩具是棒咪咪啾啾玩具和巧克力，那么我们一起打开一下吧。朋友们，他们是咪咪啾啾里头的主人公们，那么我首先要介绍一下他，他叫艾琳。粉色头发好漂亮对吧，然后旁边他叫莉莉，我特别喜欢莉莉，为什么呢？大家都知道吧，艾莉是不是喜欢黄色对吧，他都穿了黄色衣服了，所以他头发也黄色，然后衣服也黄色，跟我差不多对吧。所以我最喜欢莉莉哦。然后呢，旁边他是真的好可爱哦，他叫夏夏。夏夏他就是他这个主人公里头年龄最小的最小，然后旁边紫色头发哦，他叫 Rosa。 他也很漂亮吧。不过哦，啾啾在哪呢？啾啾在哪啊？艾莉姐，今天啾啾姐不能来哦。哦，真的吗？为什么今天不能来哦？哦，好可惜哦。那么今天艾莉当啾啾怎么样？你们都同意吗？哼，没办法的，今天艾莉是啾啾，艾莉是今天是啾啾。今天是爱丽丝啾啾，那么我们一起要打开一下这个前面的巧克力啦。首先艾丽你的巧克力来打开一下，艾丽的在哪里呢？在这里哦。哇哈哈，这里面有巧克力还有饼干。那么首先艾丽来尝一尝。哇，下面还有白色巧克力了，那白色巧克力跟咖啡色巧克力一起咬，我合吃一下啊。好吃。好甜呐。朋友们，如果只吃巧克力的话，太甜。这里面还有饼干，他们俩的搭配真的挺好的。好好，我就喜欢放这里啊。这里面先看一下啊，夏夏就出夏夏来了。夏夏这个是应该是那个挂钥匙的。当当，艾琳的巧克力里头呢有夏夏的钥匙环，怎么样？好可爱吧？好了，那么把艾琳的包包，怎么样？耶，好可爱吧？好了，不错。那么接下来戒指对吧？哇，夏夏，怎么艾琳的巧克力里头什么都是夏夏来哦？又是夏夏，哇塞，当当，夏夏的戒指。也好可爱吧。 OK， 好了，那艾琳的巧克力鸡蛋全都做好了。那接下来呢，莉莉来。 啾啾，今天艾丽是啾啾，所以我的钥匙环，这个也快点要做一下了啊。
到巧克力里头取了啾啾的钥匙环。嗯哼，又是在这里要挂一下啊。好嘞，好嘞，好的。那么接下来，莉莉的巧克力里头到底有什么呢？哇哈，朋友们，莉莉的巧克力里头有球的玩具，怎么样？莉莉，以后呢，跟我一起要踢球吧，好不好？那么继续要打开哦，我的都打开了啊！对了，你的都打开了。那么莉莉的也都完成了，走吧，走吧。好，那接下来呢是莎莎。不过我看一下，这次呢到底是谁呢？这次呢是莉莉，莉莉的钥匙环，那快点要做了。好了，就完成了莉莉的钥匙盘，出来吧，快点！怎么办？我的包包就变成了一个咪咪啾啾的包包啊！好的，就有莉莉、啾啾、莎莎，好，那莎莎的另外一个。哇，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我知道。怎么样？好漂亮吧？好，那么莎莎的巧克力也全都打开好了。好的，慢走，慢走。好，接下来呢？最后是露莎的，等等，刚才出来的是啾啾的戒指。好，接下来，他戴帽子的，就这样子，他就是飞飞的。OK， 好。当当当，怎么样，朋友们？好漂亮吧？今天案例有很多解释，好，差不多好了。你们怎么样？今天跟我一起做了，不是做了，就打开了你们的巧克力生气鸡蛋，怎么样？好玩吗？好玩吗？哦，全都要拿出来吧。对，今天 OK， 好啦，今天我们出的鸡蛋巧克力鸡蛋就是这些啦。朋友们，今天跟我一起打开的咪咪啾啾巧克力怎么样？有意思吗？那么艾莉下次还会带来更有意思的玩具跟大家见面，拜拜，走吧，咻。